CCTV 5赛事预告，中国女排对阵捷克，蔡斌有望迎来四连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川聊体育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大川和大家聊聊说一说这个女排的世锦赛的赛事预告。那么在今天晚上8点呢，中国女排即将迎来我们小组赛的第四个对手捷克队。那么对阵捷克队，中国女排不管是从排名啊还是从哪方面来讲，我们的实力都是完胜捷克队，所以说四连胜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那么对于蔡斌来讲，其实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四连胜，而是我们要拿个小组第一，那么为晋级下一轮比赛赢取更多的积分，从而为打进8强做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那么从现在中国女排阵容来看的话，我们还是以前3场的首发阵容为主。那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讲，我们希望他们在本场比赛呢能够打出我们女排的演练的一个阵容，那么为接下来最后一个小组赛对手巴西，那么提前演练我们的战术。我们也是希望蔡斌呢能够和新建中国女排一起，能够从本届世锦赛上真的是进行逆袭，去捍卫中国女排的王者霸气，为女排重返世界巅峰呢去贡献中国女排的力量。好了，本期的大神聊体育我们聊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